是五号。今天是什么？没有，不要看。煮这个美食博主，哦，可以，等一下啊，可以，那行。这个他拍一个火一个的，这个是，也在那都差100多万。你想小碗还是想大碗？那个我拿一个，拿一个这种小碗。做的，这个是我们是哪老母整只老母鸡，炖牛骨汤。待着给插上这个。要香菜还是要葱？嗯，要葱。葱对吧？放下啊。坐这里是吧？就这一只。说，这个贵州炖肉面，贵州的贵州炖肉面，他说贵州的。这么白的鸡翅，对的。